62.5公里，19条隧道，650个艺术建筑物，2座列为文化遗产的桥梁。行驶在风景秀丽的峭壁峡谷之间，这列小黄火车营运了100多年，如今依旧是比利牛斯山的客运和观光列车。这列1910年投入营运的小黄火车，绝对能带你走回百年之路。据说小黄火车就要停运了，那就找机会趁早去感受一下吧。